给大家录一个视频，英雄联盟送给你们，宝宝们记得评论、点赞、转发哦。是皇子世家门，上单又一场红轮。如果赵信杀超神，硬把了三路全打沉。洛克萨斯伸出手，遇见打野的小丑。下路大嘴伸巨口，张嘴他就吐一口。上单狗头顶乾坤，虚空恐惧把人吞。就算无敌的潘森，你怎能打过我雷恩？约的兰博太猖狂，打跑嗜血那头狼。如果上单遇蛮王。敌蜘蛛这女王，一代暴君雷克顿，巧克瑞文拿刀刃，就算在他刀下饮恨，弄松了一血再谈论。中单安妮太刚烈，无脑闪现送一血，既然打野已胆怯，早已全民挖路线。雷霆咆哮看门犬，全民支援补光点，无双剑姬太危险，抢我人头不要脸。既然三路被打败，既然下路已打跪，就算上单是刀妹，最猛还得看 EZ。 无极剑圣又偷塔，碰上了战争人头马，没有支援被挨打，团战四级全都卡。杀人游走说难刀，见到了最皮就是削，只要死歌放大招，残血全都打翻腰。光辉女神一出手，大招定鸟人头狗，转角遇到寒冰射手，不放闪现你别想走。万年躲在草丛中，提反无数很从容，带着蘑菇放草丛，见到残血就眼红。武器大师很给力，前期被打不哭泣，有了三项就装逼，有往之前没心计。提神女警捕兽夹，打野盲僧小飞侠，就算文把一血拿，也要把这一塔拔。虚空行者瞎乱闪，卡牌杠子来得晚，龙哥菜刀瞎乱砍呀，一撸就是一整晚。既然我选卡兹克，再逼你想往哪撤，小龙被